金鼓掌！哎，那是不是太吵了？哎，不不不不吵不吵，特别适合我啊！这种地方我老来。啊，是吧？年轻人嘛，是不是？天哥，来来来，换了，这才11点都不到啊！哎呀，平时这个点啊，睡觉了。啊，哎呀，老了。哎，不老不老。 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在我们三步就是个宝啊！哎，哎，我上趟卫生间啊！啊，哎，我上趟卫生间，你俩喝啊！等你啊，等你！哎哎哎，你喝着啊！啊，天阳哥啊，急速上不是还没喝吗？啊，走肾。 咱们仨只要走一个，那么咱们企划三个的平均年龄就到35岁。25岁的时候。 我踌躇满志改变世界。35岁的时候，我挣扎着不想被世界改变。45岁，我随时被生活按在地上暴击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活着就行了。但人生好像不该只是节节败退吧？哪怕只是对着空气挥出一拳，也是一种态度，不是吗？午夜时分还在工作的中年人。 看起来就透出几分悲壮，但他们脸上疲惫的笑容，从未放弃的努力，就是他们对空气挥出的拳头吧。吉娃娃，不能就这么认输，就算不能改变世界，也要让世界知道，我们没那么好欺负。 大哥，他就那么。